近日，湖南省各地区中考成绩相继公布，最让网友们关注的莫过于今年参加中考的 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的成绩了。作为湖南怀化人的千玺在怀化参加了中考，成绩也于6月28号公布。成绩显示，易烊千玺总分为455分，语文80.5分，数学95分，英语105.5分，物理88分，化学86分，而历史和思想品德不太乐观，只得了个 D。据小编了解，各个地方的中考制度分数都不一样，而怀化的中考满分为560分，其中语数外各120分，物理和化学各100分。纵观易烊千玺的成绩，除了英语105.5还算可以之外，其他的成绩实属一般，尤其是历史和思想品德的不及格，让网友不得不担心。易烊千玺4B、1C、2D 没有一个 A 的成绩，能否顺利考上普通高中都是个问题。而易烊千玺曾经在《天天向上》节目中说过自己要考北京大学，小编只想说，有梦想是好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芒果捞新闻，千玺加油加油，千万不要灰心，报道。近日，湖南省各地区中考成绩相继公布，最让网友们关注的莫过于今年参加中考的 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的成绩了。作为湖南怀化人的千玺在怀化参加了中考，成绩也于6月28号公布。成绩显示，易烊千玺总分为455分，语文80.5分，数学95分，英语105.5分，物理88分，化学86分，而历史和思想品德不太乐观，只得了个 D。据小编了解，各个地方的中考制度分数都不一样，而怀化的中考满分为560分，其中语数外各120分，物理和化学各100分。纵观易烊千玺的成绩，除了英语105.5还算可以之外，其他的成绩实属一般，尤其是历史和思想品德的不及格，让网友不得不担心。易烊千玺4B、1C、2D 没有一个 A 的成绩，能否顺利考上普通高中都是个问题。而易烊千玺曾经在《天天向上》节目中说过自己要考北京大学，小编只想说，有梦想是好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芒果捞新闻，千玺加油加油，千万不要灰心，报道。